今天的网友投稿，老规矩，我们先来看视频。今天晚上男本科，还是一辈子堵上眼泪了，我得弄两个菜。还行，人家卖我搁外还拜把子嘞，现在小孩不得了。这门口停的全是豪车呀！来看这网友评论啊，好好招待，以后这都是带你上山的人。哎呦我的妈！这话说的一点没毛病。我们来看下一个。这个拍卖速度够快呀！来看这大神评论，来报个案，没想到被砍了，这个速度太快了。我们来看最后一个，家人们，我与小狗搭我车，哎，上来带你一截，哎，上来呀，带你一截，我靠，真上来呀，上来，上来，我靠！我靠！你上哪儿啊？你上哪儿？快到了，告诉我啊！都说你人还怪好嘞，回来请你吃屎。今天的网友投稿，老规矩，我们先来看视频。你的童年，我的童年，好像放一个小小肩膀，大大书包，想要上学堂。看得出来孙子还是很有孝心的。我们来看这评论，爷爷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伴。哎呦我的妈，二逼不说，主打的就是陪伴。我们来看下一个，当所有人都对你说不行的时候，你却可以证明怎么不行呢？牛了牛了，这是一次还没满月就出来打工了。来看一下大神评论，我打算骑着他去西藏，早上出发的，现在已经出小区大门了。这还找了个洋妞。今天的网友投稿，老规矩，我们先来看视频。你看这太恐怖了，哎，兄弟兄弟，哎哎哎，哎呀我的天哪！有人过去，有人过去，有人过去，等会儿。我帮你扒着，没事吧，兄弟？哥们儿，你这滑的也太投入了。你看小网友评论，让你模仿他，没让你去找他。哎呦我的妈！真的是个人才呀、啊！我们来看下一个。别笑！我的妈！被吊牌吓一跳！来看这大视频的吊牌说：“我只是个吊牌，又不是吊死鬼。”我们来看最后一个。这是我新研究的履带自行车。设计非常帅气逼人，下面就由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骑行效果，看见了吗？非常好听，非常好。这个项目我投了，尽量发往南北，因为东西不行。今天的网友投稿，老规矩，我们先来看视频。哥们还是有点眼力见的。来看小网友评论啊，脱之前今天都给我洗，脱之后警察叔叔你是知道的，我从小就离开了妈咪。哎呦我的妈！你是懂行情的。我们来看下一个。这运动员确实厉害，来看一下大神评论啊，超值要有你的技术，进步都出神了。你真是个人才呀。我们来看最后一个。白素贞在美都修炼1800年。
今天的网友投稿老规矩，我们先来看视频啊。哎，老师说今天那得先磨石猴，这么个好是吧？老师说把以后把俺送过来以后，俺练的磨石猴。昨天看运动会了，俺给你说说哈。啊，怎么着？俺跳远第一名，1.6米、1.7米多。你跳那么远？篮球不中，不中。跑步，俺们全班第二名。这老外小姑娘方言说的挺溜啊！来看一下网友评论，有种国际超模骑三轮的感觉。哎呦我的妈！这形容的非常到位。我们来看下一个，来西安了。回民街厕所去了，洒金桥厕所去了，青龙寺厕所去了，华清池厕所去了，大唐芙蓉园厕所去了，陕西历史博物馆厕所去了，大雁塔厕所去了，拱人寺厕所去了， SKP 厕所去了。西安很好，下次再来。这不是你除了厕所没地方去吗？来看一下大神评论，西安的美食算是让你小子尝遍了。这多损啊。我们来看最后一个，能快一点吗？我那时候就有还贷款了。今天的网友投稿老规矩，我们先来看视频。公司是否被奸相？这没点身高还投不进去呢。来看一下网友评论啊，能放进去的估计意见很大。哎呦我的妈！那意见不是一般的大。我们来看下一个。下面的大神评论，2000块的门票，观众自己唱了1500，因为500没唱。这些歌迷还是很给力的。我们来看最后一个。在喝水。我也喝水。胡子说：“你什么档次？敢学我？”今天的网友投稿，老规矩，我们先来看视频。这一共去了多少个地方啊？来看一下网友评论啊，这是一件见过世面的外套。哎呦我的妈！还得是网友来总结。我们来看下一个。这得有多难吃啊！来看一下大神评论啊，差点把前世记忆给吃出来了。这一口下去，宝宝老了50岁。公子，请留步。公子以为我是蛇，其实我是电鳗。